第一个有小辣，小辣叫做餐馆的特色。你要做把你的餐馆做好的话，你一定要亲力亲为在做，每一样东西挑每一样的材料这样子。Wings Deli 餐厅位于加州的 Stockton， 1996年开业，至今已有16年。别致的白色小屋，自然简约，小店不大，却是当地响当当的地标式餐厅。Is everything everybody? Oh, very good, very good, very good. Wonderful. It's very good, thank you. Always good. It's always good. And she knows what each of us like. On days when we come in that we don't know what we want.She makes a suggestion and she hits it every time. It brings back all the good memories, just like we have all this good time, good food, consistency when we were back in Hong Kong. 在第七届中餐百家评选活动中， Wings Deli 一举夺得全美最健康食谱奖。我做的特色呢，就是说，以健康为准，这样子，每一道菜都是少一点这个油啊、盐巴啊，这样子。而在采访当天，热情好客的老板娘也为大家即兴表演起她的拿手特色菜：蒙古牛肉、四季豆鸡、豉汁南瓜和招牌鸡丁。说起这些耳熟能详的家常菜，老板娘在做法上却有别于传统，她的秘诀就在于。每一种食材在下锅前都要经过自制的猪骨高汤2至3分钟的浸泡。据说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够减少肉中的脂肪和油脂，从而使吃的人减少卡路里的摄取值，达到平衡健康的饮食习惯。而谈及健康菜的食材，老板娘更是对食材的要求颇为考究，除了新鲜之外，几乎每一颗食材她都要精心挑选过，目的就是保质保量。靠自己的想法，你东西要改变，那喝人的需求要改变。就希望更多客人知道我们这里做很多的那个健康菜，希望他们多一点过来就好了，这样子。人性化的服务加之健康特色菜理念 ，Wings Deli 力求为每一位客人营造舒适愉悦的氛围。无论是邀约三五好友小聚，还是亲切随意的家庭就餐，在这里都能够唤起你记忆中久远的淳朴味道。May I have a bite? Can you hear that cracking noise?